当尽行，勤行利众生啊，就勤行众生利。莫利无己言，忠心必获益。那么这个颂词呢，已经这个说明了，就是前面已经这个光说这个自他交换。那么这个没有自他交换啊，始终是担着自己，爱护自己，执着。所谓的我啊，就这样一合呢，就有无穷无尽的过失，对今世来世带来这个无边的这个祸害。还是这一点，前面通过许多教理来，就大家应该非常明白啊，就应该懂到这个道理。所以你懂到这个道理之后呢，应该就是尽心尽力的就全力以赴，一心一意呢。就尽情这个心持利益众生的事了啊，就这一点作为这个发大乘信的这个菩萨来讲呢，就是不可缺少的。很多人呢通过这次的学习，可能这个心里呢也是这个有所认识。那么这样利益众生啊，就一心一意就是摄取自己利益众生，这个功德和利益呢就是非常大的。就这是非常大的。这一点呢我们通过前面的这个菩提心的利益啊有关这个教理呢也会明白的。但同时这里呢也讲了，就是这个利益是谁说的呢？就这样的功德是谁说的呢？在我们整个实践当中啊，唯一的三界护住就奔驰这个释迦牟尼佛，他的这个无起的金刚语，他的无起的这种这个速生的教言啊，就
就佛陀就是做宣说的，所以呢，就我们一定要就是心思利益众生，心思利益众生，对将来呢，就是获得的这种这个利益呢，就是不可思议的。这一点呢，就是没有任何怀疑，就一定会是得到这个利益的。佛陀呢，就是在达明都记呢，就是里面也是这样讲的：佛与不起，当作是修，当作是学，当作是求啊。就是佛陀的这个预言呢，永远都是说不会欺负任何的这个众生。所以说，我们作为这个修学大乘的新人来讲呢，就是应该是这个学习这个佛陀的这种教言，应该呢就是实际行动当中去这个身体逆行啊。就是为什么这样呢？大家也应该清楚，就是这个密自在法乘论释啊，就是在这个隐隐的释量论当中呢，也是说了，就是因为佛陀呢，就是根本就是不毁所亡也，无影不所亡啊，就无影不所亡，就是在释量论里面这样讲的。因为从这个很多劫以来，根本上断除贪嗔痴的这个所亡语的根本因，因此他所说的全部呢，就根本不会就是所亡语。马明菩萨呢，就是说这个简以故无起啊，就马明菩萨说的这个，因为佛陀呢，就完全见到了一切万法的真正的这个事义，所以说呢，就根本不会这个所任何妄语，就是佛陀所说的呢，就是不会起惑的。佛陀在《妙华莲华经》里面呢，也是说了，就是于佛所作法，当生心大心力啊，就是于佛陀所作的所有的这些教法的话呢，我们作为后学者来讲呢，应该就是升起极大的这个信心啊。佛陀的这个经教啊，升起信心的话呢，就具有无量的功德啊。就以前那个《功德记》呢，就《功德记》里面呢，讲了这个四种不可思议，就是这个信仰佛经呢，就信仰佛经呢，就是不可思议，然后这个影响过大，就是不可思议，众生的根基不可思议，三宝的力量不可思议，其中都已经讲了这个这个我们信仰这个佛教的话呢，功德不可思议啊。就今天我们修行佛法的时候呢，就是像我从现在开始呢，一定要就是尽心尽力的这个利益众生，要这个发菩提心。那么发菩提心的功德和利益呢，一定会是这个存在的。那么这一点呢，就是唯一的这个真实于证，释迦牟尼佛的金刚如来就是可以校正的。因此我没有任何怀疑的，就一定要就是做这条路。大家呢，就是如果我们这一次开始这个心里面发这样的这个坚定的这种这个决心啊，就是发这样的这个誓言的话呢，那么我们这个生死轮回呢，应该就是有了一个就是结局，就是有了一个总结，就是否则的话呢，就是在漫长的这个轮回当中啊，以前也是一直的这个漂啊，就是不断的就是扭转，就是不断的漂泊。那么现在我们这样没有这个发心的话呢，真的是还不断的会这个漂泊的。因此我跟大师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海城婆罗门的时候呢，也是这个刚开始这个发心，我们在座的人呢，大家得一个人生啊，来到这个世界以后，其他什么没有做到的不要紧，但是我寄生当中呢，一定要就是发一个不退转的这个信心，然后呢，就是离开这个人间的话呢，我觉得是没有这个空来一趟，就是应该呢，就是来自你的这个后世啊，就是有一个就是开端啊，就是有一个开端。所以呢，我们现在开始就是大家一定要就是心思大乘的这种菩提心，就一定要就是发这个菩提心，就是对这个佛陀的这个金刚语呢，就是有这个升起信心，就是这样非常的这个有必要。
自往喜，孰行利损舍，除或争取乐，必不奉敬国。那么这里呢，也是就是自己的心呢，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心啊，也进行这个呵责，或者说是这个交接。那么怎么说呢？就是你如果就是王氏啊，就是王喜的这个五两金一来，如果呢，就是真正这个行持奉行就是利他的这种事业啊，就像以前的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像他们那样，就是一心一意的这个利益众生，修这个自他教化。那么就是遇到就是众生的时候呢，就是进行就尽力的去这个帮助啊，就是去帮助，就是推翻就是自己的我执。如果你这样不断的这个行持的话呢，那么就是无始以来的这个时间是非常的这个长久。那么在这个漫长的日子和岁月当中的话呢，一定会是这个推翻呢，就是自相续当中的非常可恶的这种我执。然后呢，就是有利他的一些这个所带来的这个证悟和境界呢，就是自然而然的就获得。那么现在的话呢，就是除了这个如来真正觉的无漏的这种安乐以外的话呢，绝不可能是就像我们这个入境一样的业力深重的一切这个束缚具足的这样的这个凡夫可怜的这个众生啊，就是绝对不可能就是就现在那样，就是每天都是被这个烦恼就是折磨着痛苦着，绝对是不可能的。就像以前的这个释迦牟尼佛和这个阿弥陀佛、包括如来等等，他们也是在因地的时候呢，跟我们一样的就是凡夫人，但是他们呢，就是选择了利益众生的这一条路，然后这个发了菩提心，觉得有了这种很坚强的这种信力，就是不断的信持以后的话呢，现在呢，就是他们已经这个逃脱这个轮回啊，就是逃脱这个生死，获得呢就是如来的这种果位，而我们。这些这个芸芸众生的话呢，就是在这样的轮回当中呢，就是一直没有这个解脱。没有解脱的主要的这个原因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好好的修行呢，就是修行没有呢，就是好好的这个发菩提心。所以这个发菩提心呢，真的是这个也是这个成佛的因，也是这个利益众生的因。以前那个净土宗的坛然大师啊，就是他也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发菩提心呢，就是是这个进入佛道的要门。那么发心呢，就是才能成佛；发心呢，才能这个度众生。发心呢，就是才能度众生。所以在寒川佛教的有关这个教言当中的话呢，我们经常所说的《仙观传》里面所讲到的菩提心呢，就是一个是圆佛果，一个是这个利益众生。那么这两个心呢，就是有关这个教界当中也是有的。如果我们很早的时候啊，一直是除了这个佛果和利益众生以外，什么想法都没有的话呢，我想是现在很多人呢、就应该是这个造就这个成就了。但是我们这个心里面是不是这样呢？可能是不是的。那就很多人呢，就在家人的话呢，就是一直这个向着自己的什么这个生活啊、对象啊，以及这个在年轻的时候呢，很多很多的这些这个烦恼啊，就是一直这个缠绕着自己的这种心态呢，就是一直没有这个看到就是发心。而这个人老了以后的话呢，所有的这个精力啊就不充沛，就是也没办法的。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什么时候就真的这个求佛果呢，就是没有的。
的。就是说，所以呢，就是应该这个交接修辞塔交换啊，就是下面就是交接，就是修辞塔交换。古汝与父母以彼尽血举，即可自为我与他一党兮。有些人可能这样想的，虽然这样这个修自他教化呢，就是把自己当作别人，别人当作自己，这样的这种修行呢，如果我们好好的修持能成功的话呢，当然是这是非常殊胜的。但是这样修呢，就恐怕是不好修吧。他就是他，我就是他，我就是我啊。那这个我当作他，他当作我，是这是我们平时的生活习惯当中也是很难以这个相容的。就这一点，就是恐怕不现实吧。就是有些人是这样想的。但为呢，就是端出他们的这个怀疑呢，在这里也是通过这个比喻的方式来已经这个说明了。如果我们真的长期的要修行四大教观的话呢，就终有一天就是一定会是这个成就的。这一点就没有任何这个怀疑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看一看呢、就是实践的这些愚痴的众生的话呢，本来的根本不是的啊，就是像这个父亲和母亲的不亲近的这些种子啊，就是这个精血呢，就是聚合一起，聚合一起的话呢，就是就形成我们这个驾合的这个无蕴的身体。那么这个无蕴的身体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我们用各种方式来寻找的话呢，所谓的我的成分呢，一点一滴也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但是呢，我们凡夫众生的话呢，就是经过短暂的这种传习呢，像这样的这个无影驾合的身体呢，始终都是执着为是我的啊。我们用智慧来详细的这个观察的时候呢，真的是就是父母的不净种子结合起来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肉体呢，就是不应该执着为我。但如果长期执着的话呢，就是可以当成是我。同样的道理，我们换一个角度，以前呢就是把外面就是就外面的这些所有的这个芸芸众生呢，就是当作这个其他的这个众生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反过来说，就是经常呢就是把它当作这个自己啊。我们实践当中刚开始的时候，把众生当作自己的话呢，就是真的是非常这个害怕的，就是害怕的。但是你慢慢就是这个就是传习的话呢，就是根本不会困难的，就是这个无边功德站里面呢，就是也讲了，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纵然我们已经听到了这个一些这个话，就是之后的话，精神当中在自己呢也是这个产生很多的这种苦害，而且呢没有这个长久修持的一些光大的这个行为的话呢，也绝对是很难以这个接受的。但是对这些难行能行的道理，如果长期修持的话，自然而然这个形成的。如果你没有修持的话呢，你的功德呢就是很难这个增长的。所以空间什么这个无边功德站当中呢，就确实是讲了特别这个好的就是道理。我们现在没有这个修持这些道理的话呢，永远也是把这个众生呢就是抛之脑后，就而自己呢就是一直这个全力以赴的去这个像以前一样就是去这个维护的。但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应该这样想啊，就无事依赖的是保护我，所谓的我不存在，但是反而去保护我。
像这个伊桑柱子这样的这个发信方面，就是自他交换的这个发信。那么下面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行为方面，行为呢就是行为的修法和这个以行为为主宰心啊，就是首先第一个行为修法呢，也是当这个修尼他心，当端出这个自爱的这种真爱自己的这个心，还有摄意，就分三个方面。首先第一个就是当尼他，就是修这个利他心。因为他米他尼兼己又和我属习俗金道去以比利他以比利众生啊，以比利众生。那么就我们这个前面已经发现上呢，就是大家都明白就讲了很多道理。那么现在实际行动当中，我们行为呢怎么样去这个利他呢？就像一个人呢，就是先就是去这个训练，然后训练完了以后呢，就是自己真的要去做啊。就是首先是你怎么样开车，就是在哪里就是学，学完了之后呢，就是真正你这个要做这种事情。那么做这种事情的时候呢，应该就是把自己啊，就是当做这个众生为这个众生呢就是服务。那个时候呢，就是分别心对分别心呢就是交接说，你自己呢一切都是你就是这个自己的这种就是大米探视啊，就是我需要什么，我这个需要什么呢，就是真正的是观察，今天我出去的时候能不能我得到一点东西啊，那么我今天呢获得这个会不会获得赞叹呢，我当然会回去的时候呢我会不会吃得好一点呢，那么每天都是想的是我能不能得什么，就是自己把成了自己的这种迷探者。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发了这个菩提心，已经换了位置，从此之后呢，你所谓的这个你啊，就是不是你的这个密探者，应该是这个宗僧的这个密探者，宗僧的这种这个间隙或者是这个特务。什么特务众生告坏事呢？也并不是，你时时刻刻呢要观察这个众生，观察这些众生呢，谁这个缺少什么，谁需要什么，一定要就是你就进入这个众生的这种这个信念所以在自己的这个心里最珍贵的最可爱的最好的这些东西呢，就是应该给他们。那么别人呢就是拥有美好，拥有快乐，拥有幸福的话呢，这就是我的这个愿望就自己呢获得这些也是无所谓的。所以我们现在有些人呢修了这种大乘菩提心之后的话呢，自己得到赞叹或者说是自己获得这个快乐的话呢，就是他一点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感觉，得也可以不得也可以，就是这是无所谓的。真正的大菩萨的感觉是应该是这样的。而任何一个众生如果获得了一些安慰快乐，那个时候呢他的这个心里的叔叔的这个欢喜就那么就是这就是真正的这个修行者的一种行为。所以呢我们就是就真正就是成为这个众生的这个弥坛者，然后呢就是见到众生需要，就是自己所拥有的全部就是拉下来，然后呢就是帮助给众生，利益给众生，这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的。那么现在我们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如果我们有能力的话呢，就是做这个菜布施或者说是一些无为布施，这也是很关键的。但是更关键的呢，我觉得是就外面的这个城市里面很多的这个佛教徒呢，就是需要这个法布施。如果自己有一些这个佛法的境界，佛法的传承的话呢，应该呢给这些众生就这是大家一定要记住。
sonum dayi tamse bhagavan tatam yede jamamase jirgana jirama chupan chupan sonen dratasya Om Bandarangara Banna Asadarda Om Bandarangara Banna Asadarda Om Bandarangara Banna Asadarda